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又到了我们人间万事的时间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每天用的双手，你会去感谢它能让你成就你每天的事情吗？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里面的一篇文章，举手。星云大师是这么说的，人一向自诩为万物之灵，尤其人有一双手，被誉为双手万能。透过双手，可以持斧开山，可以用铲凿渠。人类的双手为人间留下了多少的巧思慧想，留下多少的艺术作品。双手还可以帮助身体各个器官，例如耳朵很痒，要靠手指挖耳朵；眼睛很涩，要靠双手去按摩；身体上哪里不自在，都要靠双手去处理。吃饭喝茶要用手，睡觉时即使睡着了，枕头掉到地上，手也能摸黑把它找到。尤其身体哪里痛哪里痒，靠双手帮助，快活如织。甚至在战场上投降的时候，举起双手就能逃命。平时无事，双手垂下，表示悠闲自在。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，机器再怎么发达，电脑网际网络再怎么进步，还是要靠人的双手去操作，去控制。所以双手不可轻视，要好好爱护。双手最大的意义就是举手。民主时代的会议要靠举手表决才能决议通过，国家的庆典要举手高呼万岁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人多意见也多，都要靠举手表决。现在是说举手之意。一，举手问好。我们和人相见，除了口头的问好以外，也可以举目示意，举手问好，都能获得人的善意回应。二，举手赞成。在会议的时候，光靠声音表达意见不够，有时候用举手反对或举手赞成都能达到目的。三，举手示意。有时候在大众中要表示意见，先要举手获得同意，才可以正式发言。四，举手表决。当一个议案需要表决时，一举手就是一票，就能决定事情成否，所以举手之重要可见一斑。五，举手之劳。顺手把一张桌子擦干，把地上的肮脏一扫，都是随手的功德。你丢我捡，你种我收，都是说明手的功用。六，举手敬礼。学生鞠躬，佛教合掌，军人举手敬礼。举手可以沟通彼此的友谊，也能互通心意。上面说到举手的重要，
正由于举手的意义重大，因此不可以随便举手，因为一举手就有许多的后果，是正是反都取决于一举。过去福光山丛林学院第二届毕业学生临出院门时，我问谁愿意到南洋救济院，就是今日的宜兰仁爱之家，有两位学生举手。第二天我就叫他们前往就职，结果一举手就是30年，至今刚要退休。举手很好，但在佛教里也可以垂手，表示悠闲自在，甚至表示慈悲，如佛陀垂手度众，所谓愿将佛手双垂下，摸得人心一样平。所以当举手的时候要举手，当放手的时候也要放手，能举放自如才更是万能。以上的文章就是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里面的举手。大家每天在举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手，握手的接触，拥抱的接触，拜的接触。其实在佛教的礼貌，除了礼拜以外，问讯、瞻仰、围绕、合掌都和礼拜一样，都是表达尊敬之意。这其中合掌在佛门里，人与人之间常以合掌为礼，表示一种尊重，在世间的各种社交礼仪当中，却没有比合掌更为奥妙更有意义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很喜欢大师的这篇文章，他提到了，他说犯规的时候举手认错，犯规侵犯到别人就要认错，要举手需要最大的勇气。其实身为佛光弟子的我们，常常会听到星云大师的开示，他提到了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篮球。在许多的文章当中，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师的年代里面，尤其在佛学院的日子里面，能够打篮球那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可是原来打篮球它具有多深奥的意义呢？就是在于每一个人在球场，不管你是集体创作大家一起打，或者是在心急之下有拉手犯规的，可是他最大的勇气就是在于你犯规的时候你要举手。可能大家在国际赛事的时候，当他看到有一些国家的选手，他们明明犯错了，可是却没有这样的勇气举手认错。大师更提到了，人能红道非道红人，一句鼓励的话可以给信徒安心，举手之劳的服务可以让信众欢喜，这也就是施无畏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篇文章当中，我们提到了很多在手上面我们每天为他做功德，也可以让他造不善业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看到了星云大师告诉我们的，在这个举手之间，你有没有任何的想法呢？我们再次的跟大家复习，举手可以问好，举手可以表示赞成，举手可以示意，举手可以表决，举手之劳，还有举手敬礼。谢谢大家今天布施这个时间，让我来跟大家分享星云大师人间万事举手的这篇文章。希望大家一天都能够欢喜自在，吉祥如意。阿弥陀佛。
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一切知足，一切简单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做人心方做事顺利。幸福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幸福是自由自在、和平安宁、凡事看会开。幸福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幸福是身体健康，辛苦不痛，袂受力。幸福有时在手内，有时在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什么？讲看无代志。就是观念转变，彼阵开始。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一切知足，一切简单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做人心方做事顺利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自由自在、和平安宁、凡事看会开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身体健康，辛苦不痛，袂受力。幸福有时在手内，有时在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看无代志。就是观念转变，彼阵开始。幸福有时在手内，有时在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破无代志。幸福就是观念转变。开始，